没关系，你不用替我烦恼的。这一幕好像有点似曾相识啊。我不喜欢摸我的头，因为这时候的你是哥哥，我分得出来。我不想要你当我哥哥。永杰，你有想过吗？如果最后我弄清楚，我只是太宠你，但不是爱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当不了情人，难道连兄弟都做不了了？